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mall and Fantasy 僵尸 M 的实况。为什么我的开场白讲这么有气无力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玩的是一款恐怖游戏，看到画面上就知道我们要玩的叫做 Outlast 2 Demo 的版本。其实大家有看到我在那个粉丝团发文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游戏呢，在我打开三分钟的时候，我就把它立马关掉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。记得小燕我第一次玩 Outlast 的时候是大概2012年还是2014年，反正就是我第一年当 YouTuber 的时候的万圣节，然后我那时候开台，然后还化了就是万圣节的妆，然后玩 Outlast。才刚进入地下室而已，我就马上就换游戏了，因为我真的对这款游戏的那个障碍无法跨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很怕玩 Outlast， 我很怕玩那种会被追，然后你就只能逃的游戏，所以哦，可是 Outlast 2是大家众所期待的 demo 版本出来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玩呢？我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。那就是在这边要先提醒大家，如果说我在游戏当中的尖叫啊或者是惊吓反应有吓到各位的话，我可能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无法预期的，因为我真的害怕这款游戏，但是又为了你们就是想说玩给大家看这样子，所以就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游戏啦，就不要再讲那么多话了。啊，真的太可怕了。啊，前面就是他的一些话语。Here, let me try a version that can serve as an intro for the whole piece. Tell me when we're good. Okay, we're good. 2 weeks ago, a young woman was found wandering barefoot, pregnant and alone on a barren stretch of highway 100 miles from the nearest. Oh, the fuck! Did you see that? We lost the engine. Fuck. Fuck. 他说我们刚刚是失去讯号吗？还是这样？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预告片前面的那个倒过来的那个燃烧的十字架，非常的就是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十字架，好不好 ？Outlast 2，如果说万一我没办法玩下去的部分，我就真的直接停止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就如果想我没有玩到完整版结束的话，大家就只好去看其他 YouTube 的影片，因为。对，我真的克服了自己很大的勇气去玩这款游戏。哎，我们摔下来了耶，在山上。这是户外的场景。啊，好痛啊！哎，就是月光多亮啊，拜托，为什么我要在月圆的时候掉落在这个人间？稀少的地方，没有人烟的地方。哇靠！戴上眼镜好清晰啊！我刚刚是之前，哇靠！啊，摄影机，哦，他这次的摄影机有比上一代的摄影机好很多、哦。哇，果然是高配备的耶！啊，他说按右键。右键是把摄影机拿开，然后 F 4，然后红外线，然后可以 ring in room。这个真的是好烦啊！这个音乐啊 ，shift 可以跑步，然后我们跑一下。我们掉在这里。Hello， I'm lost and hurt， 而且受伤了。有人在吗？其实我现在玩这款游戏啊，我没有把音乐开很大声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。好暗，看不到，我可能要。Is anybody there? Please. 开门！哇，开门是用这种方式哦。好多苍蝇！哎，等，我们快没有电池了。等，我们拿到电池了，耶、yeah, ！太好了，有电池就不用怕。什么什么？干嘛？哎呦！干嘛？
桥，他的意思是说这里有人啦，有人在上厕所，好，那我离开，我离开好不好？嗯、欸，这是人吗？哎、欸、啊，等他嘴巴。为什么都要离我而去？什么声音啊？为什么有人在叫？No. 这是水。哦，这什么？这是人还是牛的尸体啊？哦，牛的尸体啊！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人在叫啊？到处都锁住了。哦，这里可以进来耶！好可怕、哦！我要关门，我要关门。对对对，把门关好，把门关好。啊、哦！讨厌的场景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我要离荧幕远一点。Open 啊？为什么不能 Open？ Move back 我。哦，因为它是往后开的，我在退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我不能，我一直不能退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Window， 哦，他说打开窗。不要这样子，我只是想要寻求帮助，可以不要拿乌鸦或什么东西吓我吗？打不开，为什么门一定要这样子都不能关好？是不是？啊，有，这里。不好意思、哦，我玩这款游戏啊，可能话不会太多，所以大家就……啊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不要这种奇怪的音乐！什么？哎呦，地下室！这是什么？哦，不要这种音乐啦！这是什么？这些是小朋友的尸体吧？天哪，好病态哦！这是木马哎、欸！哇，就是一个守卫。谁在恭维？不要一直讲话啦！这不会有真子跑出来吧 ？Let my near and dear ones.Hello？ 啊！什么？我们现在被拉到哪里啊？还没结束啊！我以为结束了。为什么要在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在这种？哦，讨厌这种视角啊，烦！电池快没电，什么了啊？没有电池了，卖炸了！啊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
这种游戏真的好可怕。终于，哎，灯火通明的地方，哎，怎么跟我们刚刚去的地方不一样？看那什么东西跳出？不要笑，笑屁笑！为什么刚刚会有？为什么刚刚会有很像鬼影的东西跑出来 ？Outlast 的这种游戏不就是应该是人类的东西吗？为什么会有鬼影跑出来？怎么办？两个门呢？我是要走去哪？还是两个门都是一样的？不要过来哦！我换电池，等我。不要笑啦！干嘛啦 ？Jessica， what？ And Lynn， 这是学生的意思吗 ？Jessica， 他喜欢独角兽跟人马。这什么 ？This was Jessica's。然后呢？啊！什么东西？Jessica， 不要坠下了！走开啊 ，Jessica！ 啊！进去了。太扯了！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等，这里是亮的，这里是亮的。我怎么是不同的地方？电池又快没了！不要跑来跑去啊 ，Jessica！ 这什么 ？Jessica！ Oh God！ Jess！ 我要离很远。你要把 Jessica 带走 ！Fuck！ 你们为什么要把 Jessica 带走？God, return!
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哪里？回啊！我要去哪里？我找不到路。断了之后，等于说拿针刺的，我也不太不会拐起来了。超越第一个版本，就是它 Outlast 2已经超越了 Outlast 1了，然后它试玩版整个就超刺激的、啊、然后我觉得已经不是那种只有精神病院就是人类的挑战了，是它连好像连灵异跟那种鬼魂还是恶魔，就是不是形体的东西都南瓜进去了，所以我觉得恐怖感会更升级，然后加上它又是在野外就是户外的地方，好像跟它是不是跟宗教有关系还是一些仪式什么的，好可怕哦！啊，总而言之就是我现在我刚刚都没有看镜头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吓傻了。啊，总而言之就是 Outlast 2这款第二代游戏还不错，喜欢恐怖游戏的可以推荐给你们。那正式版我就不会玩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敢玩这种游戏。玩试玩版我真的已经用了最大的勇气跟突破的障碍，然后拍了试玩版给你们看，所以不要再逼我玩正式版了，我真的不敢，我要去看别人玩。然后听说这个好像 VR 也会出，所以我觉得出 VR 是想吓死谁啊？我觉得会不会有人玩到就是心脏停止之类，好可怕哦！好了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一个喜欢。然后或者是觉得不错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，就帮我分享出去。那想要知道更多关于频道的影片的更新及消息的话，麻烦帮我点下订阅。那就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来，我说哪里过来？